我刚刚讲说，我可以新增调整图层。故意做的很夸张啊！那预设是它以下是全部都调整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可以点它之后，你看一下这个面板这里，这里就是刚我调的事情了啊。这里还有一个这个，就是只做我们下一层，你点下去，就它有一个箭头啊，它给它啊，只给它而已，所以这个就不会影响啊。那如果想回来粘一次。就是它以下的就全部了，啊，你按一下这个，它只给它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其实这个很容易，就是你要作用给全部，还是要作用给下一层而已，对吧？啊，来试试看。